本所员警日前拦查交通违规驾驶人，该廖姓驾驶转身对员警比中指时，未注意车前状况自撞路旁铁柱，检测廖男酒测值为 1.19。后续依公共危险、侮辱公务员等罪嫌，已请地检署侦办。台北市信义分局吴兴街派出所警员，于3日凌晨20时在信义南港分局辖区交界处，发现一辆机车闯红灯。未随机查过程中，该名28岁廖姓骑士在路上刻意转弯绕行，还转身对员警比中指，结果未注意车前状况，当场撞上路旁铁柱，人人带车摔倒。警方紧急通报119将他送医治疗。所幸廖男送医后无大碍，因散发酒气且言语表达含糊不清，经检测血19精浓度238，换算呼气酒测值约为 1.19。警方带他清醒进行侦讯，讯后依处犯公共危险、侮辱公务员等罪嫌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注意看这个男人，没戴安全帽，闯红灯右转，身上还有酒味。证件麻烦一下。胆子真大，完全不理解他。哎，你干的啊！上北屁，你刚上北屁啊？没有，我刚不是，我刚在讲。那你坐好。证件麻烦一下。证件麻烦好不好？电话等一下讲。好的。这个都先。没有，不行。对，你都承认你有喝酒了。你打到出酒力情况吗？你干你啊！你干你啊！你装上屁啊！公委还是要酒测啊？那个手铐，这个妨碍公务，这个妨碍公务，这个也妨碍公务，还是要酒测。走啊，往后啊！配合干嘛？骑车会晃欸，没喝酒吧？你先停旁边那边就好。哦，这酒味很重，女生有喝而已哦。她喝而已。啊，你没喝哦？我没喝。我确认一下。喝什么酒？酒味超重欸。她有喝。我知道。我说她酒味很重啊，所以我说喝什么酒？来，过气，吹气。你有喝啦，下来。看酒测是多少？1.65。